个更厉害的，我跟你讲，它是我当睡觉用。为什么？它这样养润水，养润水。晚上睡觉前滴，你早上起来的眼睛就不会干干的。对，你确定要这么疯狂？你刚刚是全体公主起床哦。这个可以吗 ？Yes， 哦 ，No， 有一常常滴，不行，要闹。我真的遇到一个病人，他在包包里面就是放了一瓶很大的一瓶，那一瓶呢是做过敏的一个状况，结果他的眼睛是感染，他那一个是类固醇的，可是他已经一个月前拆封他其实是滴过了，他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点的不够，他就加倍的去点，越点越糟糕，他的那个感染就越来越扩大，那个已经整个就是感染到整个眼球。非常的严重，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情况之下，到最后它整个是挖出。带你认识新鲜事，帮你解决所有事。欢迎收看《俏俏董事长》。欢迎我这位来宾，欢迎张琳、王思佳、大文、巫以轩，以及医药记者洪素清、加医科医师陈柏成。我觉得现在走在路上，我都觉得很危险。嗯，怎么？因为以前就是只有便利商店，我会进去逛一下逛一下。现在是不止便利商店，连药妆店都变得超级多了。女生的最爱。出国也是，你都要买一些比别人更新的东西，回来就会觉得，哎，怎么样？你最爱了。对。我老婆很爱，像我们下个礼拜要去首尔，她最期待的一个行程就是去 Olivia。啊，对对对。对，我就说那个是什么东西，她说是药妆。好贵啊！完全没听过。找一点事做，因为那里会花很久很久，是不是还是要开名单给他，让他那个开清单，叫他帮忙买。所以你也喜欢跟你比，真的还行。我都是买一些药品，比方说保健。今天呢，有一些购物，我觉得他们是专家，厉害。他买的东西真的是之疯狂。我刚才看到他们桌上的东西，我说，哎，今天是要卖东西。对啊，摆摊超多。我们先从思佳开始。我真的非常喜欢买，而且每一次出去一定要逛药妆，然后就是一定要买一些就是看起来很新奇的东西，最好是别人说很难买的，对，所以每一次一趟出去，然后你就会看那个排行榜，因为它一定会有那个药妆排行榜第一名的，就先扫，扫空那个货架，直接都这样，就扫空了，他是这样子，因为他都买东西，就这样收了，而且我都会就是会要多一个行李箱，然后才回得来，哇塞，记得我每次出去，大家都会花到快10万，哇呀，买药妆可以，大户，我是喜欢有最新的东西，我也是会看。新东西一定要啊，真的不能输啊！前面最新两个字就买，最新就要买。像我这种有新的，你们知道这个吃什么？有啊，这个很好吃。这是哪里的？韩国的。但知道这个很有名，这个是贝狗的。对。然后它现在还出，我不是说要什么马来主持人吗？大蒜奶油口味，这个更新，这个是海苔口味。海苔口味。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我不是飞过去以后查说有什么新的东西，不是，我是在台湾查。哦，现在韩国最新的东西订机票，好吃，然后去。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超好吃，真的好吃，这个厉害。他最近在饮控哎，饮食控制，但是他一直在吃。我拿第二，没有在停哎，好好吃哦。大家去法国是不是都去逛一些什么奢侈店啊什么？但是其实我不是，我去法国我去逛他们的药妆店，然后每次买就买很多。我上次就是不经意的买到我就是手上这个乳霜，这个很好用，化妆间每个人都化妆师都，他们箱子打开一定都有一罐。对，这个有分什么很干燥肌的，它就是妆前你擦上之后就会很就是很保湿，对，然后很保湿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然后那时候我发现这个就是才几百块，可是真的很好用。我那时候快用完的时候我就很崩溃，你知道吗？以轩，你荒唐喽！他的反应是什么？我立刻吸收，他真的是立刻吸收。对，我吓到。很怕乳霜，就是蛮擦起来蛮油的，真的蛮油的，但是就不会有，而且有些乳霜是你一擦上会有一种厚重感，可是它完全不会，一下就吸收。它看起来很厚重，它擦上去直接融化耶，很香。因为我之前看一个很像淡淡的花香，那时
时候呢，我就是快用完的时候我就很焦虑，因为想说快没了怎么办，然后台湾现在都买不到，没有代理商，代购也很少，所以我就拜托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就是在法国帮我买，然后去找了好多地方，然后终于就买到这个，他还就是带专程带回来。啊，我们刚刚都给你挤很多，你会心疼吗？对，有点心疼。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还请他吃就几千块大餐，虽然才几百块。我呢是走一个毅力的路线，毅力就是在几年前有一次去泰国之前，然后就听朋友说。这个喉咙喷雾超好用的，怎么个好用法？什么？这个真的是要跟你讲，就是我有个学妹，她那个时候在邮轮上面驻唱，然后有一天她就不知道是怎么样吹到风，她整个锁喉，嗯，结果就是有一个东南亚的歌手借她喷，一喷隔天又直接上台工作，怎么可能？真的，因为时间长，喉咙锁起来可以再打开。我就想说，我一定要买到，结果我后来就是。我们是自驾，然后大概五天去清迈。我第一天在那个量饭店旁边的药妆局买到，但只有两瓶，我全买疯到疯掉。我就想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很多，因为我是做这行的，我喉咙很容易出问题，我一定要得到很多。你太夸张了，因为是自驾嘛，然后地说停就停。对，我买了二十几罐，然后我们可以头喷吗？可以喷喷看，可是就是因为两百多块，所以已经过期了。没有，我们有医师在2021年的，可以借我喷吗？因为我现在喉咙有点痒痒。你试试看，我真的觉得很棒。真的要喷？可是过期多久？过期多久？过期三年你还用？过期三年了，三年太久了，真的好可怕。三年太久，三个月还想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我去日本买过这个，我觉得比较好用。日本发现的，那时候因为我那一阵子就是感冒，就是结束之后喉咙会很痒，你只要一躺下就一直爆咳，然后我每天一直爆咳爆咳，我真的超痛苦。我就想说这是我买看看，一喷喉咙马上就好，就没有再狂咳，而且它味道相当舒服。你那个是药哎，他那个喷三下，不好意思，这味道不一样了，蛮棒的，可是我超痛的。推荐你一个，嗯，就是又过期了吗？这个没有过期，这个一定要囤货。妹妹，有那个企鹅那个，这个我那时候有用，然后我回来一查，它是如果你太常喷，你在里面黏膜会受损。哦，这个还有都还你，一个过期的一个黏膜受损。医生，你看一下它这个。因为我到时候，因为它是像酒精，点酒，现在很少人在用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点酒它会杀菌以外，它也会把正常的细胞一起杀，好坏一起杀，真的。所以如果你有一些伤口的部分的话，喷过多或浓度过高，它很容易就会导致你的伤口没办法愈合。另外一个部分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是这个颜色常常会出现。永久的色素沉着，所以你的喉咙就会变色，会变色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是想买，但你到底知道它有什么样的成分？你了解它吗？方法是对的。对，今天 Miss Churchill 调查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四大类型的，我们现在揭晓第一个外用药品外用药品，尤其是小孩子的，你知道这种像小孩子的，你真的是温馨耶，妈妈。你看，好像这种配珠的防蚊贴有没有？真的不小心被咬了怎么办？有的时候它会痒，它就会抓，对不对？你就请出它最爱的 Baby Shark， 然后给它这样贴在它的这个痒痒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它会有那个冰凉的感觉，小孩就不会去抓它。我是因为很喜欢去户外，然后有一次我去花莲的时候，你们知道花莲最可怕的？Oh my god！ 小黑蚊。后来我发现这个是超级厉害的，它是喷蚊子的。然后可是它厉害在哪里嘞？你说看到蚊子喷它那样的？我跟你讲，它是在一个空间里，譬如说我现在要进去这个空间了，然后我进去之前我就可以这样先喷，进化空间。然后蚊子就会不见。等一下，不要走。没有人的地方喷呐！对，空间内使用要密闭30分钟，对，但是要再打开来通风，没错，人才可以进去。我还特别买这个香香的，然后进去闻。哪里有喷呢？好，这个错了没关系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冰凉，那这个总可以了，都需要吧？我跟你讲，因为它是喷
起来会凉凉，这可以喷身体了吧？这可以了吧？上面有写吗？上面有写吗？有有有，它写鸡的凉快，不止让你凉凉，它还可以防蚊。它有写蚊，我是看不太懂，它就写爽快跟防蚊。它写蚊，然后画这样的蚊，它写蚊，那画北极熊、企鹅是什么意思？真的很北极熊是不是？快的意思。OK OK。你喜欢我们这一集介绍的内容吗？现在要做上的是按上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跟着我们一起 chill chill， 快点按赞，这。